刻我们都要有一个这样打本的过程，就像我们录综艺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嘉哥孟嘉。今天呢，又来到了嘉哥的开箱日，没有像往常的那么多，但是呢，也堆积了不少。嘉哥过两天又要开始出差了，所以想把家里有的一些快递赶紧解决一下，跟大家一起来一个开箱。二话不说，我们就开始了。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清楚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买。诡异。对，但是地址又是我家。Fenty Beauty。哇，收到了我偶像，我的 idol 或者 makeup box， 看到他的 IG 上面有传他们出了新的产品，没想到。可以这样子的方式收到它的 Fenty Beauty 的包包，跟之前的是一样的。嘉哥已经有了一个，嘉哥到现在用的粉底液都是 Fenty Beauty 的170号色，是比嘉哥皮肤要稍微暗一点的。我真的很暗啊，因为我觉得上镜有的时候太苍白的话，其实放大了你的脸，而不是缩小的。快帮我把那个粉底拿过来，正好可以给大家看。我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用的修容是他们家的那个叫 Amber 的那个叫。然后那个粉底用的是170号色，非常的好用，它根本就不会花妆，上妆特别的润。我妈也在开始看电脑了，盘腿坐下，快来看，给大家看一看，看我这个用的，看像牙膏一样，它就挤干了，也用的量不多，它都可以把我所有的比较淡的一些斑呐盖掉，然后它又很水润，就是真的非常的好用。我还推荐给我好朋友用，他用的时候就觉得哇，为什么没有早点见到它？哇，是一本书哎，我梦想着有一天我可以收到我偶像的专辑。可是殊不知，我都快忘记他是一名歌手。当时我的偶像怎么了？多多请一下，让我来看看都是些什么产品。新款的粉底，好好美，这个更方便了耶。跟我的肤色比较配耶，手推开它都是很润的。唇釉，另一只好像嘉哥有你的嘴变成冰桃小嘴的颜色。非常浓郁的 cherry 的味道。有没有瞬间我嘴巴就 up？ 嘉哥一般上台跳舞的时候，我是不会涂这种唇釉，我的头发会整个啪在我的嘴巴上。哇，好香味！我现在整个嘴巴就是快要亲了。甜甜的味道。诶，这个嘉哥也有的。化妆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Amber 吗？真的 ，Amber 怎么变成红色了？他们家卖的最好的一支修容。这是什么？哇哦！你看，给它推开了之后，它的保护度还是那么高。我好像受伤了，这不是特效妆吗？谢谢我们的 Fenty Beauty。 啊，这是我朋友给我的，救命啊！这刷子，完美面部化妆刷。哇，这个好好，毛特别好，它颜值好高哦。泡沫清洁液，哇，它是一套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那个肥皂，肥皂还带闪的，清洁皂，然后是带闪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哦，好香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个泡沫清洁液，还有一个它的袋子，这是丹姐的袋子。谢谢我的那位朋友。要是我买的是外面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毛衣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买它吗？因为它是有双肩的，整个有一个垫肩在。哇，整个就是一个可以把我的头显得很小的大动作。这种衣服，还有嘉哥那个鸽子的卫衣，里面都应该穿一个打底，而不是说直接你的皮肤就去触碰它。嘉哥的那个衣服里面再穿一个 random 的那个白 T 的话，它会露一个边出来，非常的好看。T 恤的那个材质，卫衣的材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卫衣穿的话你会觉得扎，所以里面还是要穿一个 T 恤。你不穿的话，其实会透风进去，你不觉得空吗？大家要穿一个打底衣在里面会比较好一些哦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好好看，它的毛好舒服，不掉毛。让你做到冬天又保暖会又有腰线，是不是很好看呢？谢谢品牌爸爸。这个又是我们的火火火火胸，白色漆皮腋下包，就特别复古的那种。我来看看这个抓马的流传上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谢谢我们的雨桐宝宝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为什么我买了个充气床。因为 Amber 说我们要有一个活动一起出演，然后他就询问他公司的人说能不能在嘉哥家里住，也询问了一下我，我说好，可以。他上次来我家住呢，就是没有一个睡的地方，因为我爸妈现在在上海，我又不忍心让他睡在沙发，我还是睡在了我房间的地上。他又说这次要来，还是悄悄的为他付出一些什么吧，然后我就买了个充气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一套礼盒哦。洗发水啊，洗发水，护养头皮的温泉澡，头皮养护护发素，温泉澡头皮护养洗发露，还有个温和版，我来试一试。绿色的看起来就很健康的样子。洗发露是只洗头发的，对头皮任何帮助都没有。然后那个护发素也是护头发，你的头皮它管理你的头发掉还是不掉，因为根在那儿，要治治哪儿治根，就大家再去怎么护养那个头发，它干了它就是干了，所以你要从头皮开始给它浇肥。妈妈明白了吗？头发这个东西吧，我还是颇有研究的啊。难道是？叶梦
家，冬意渐浓，快乐不减，快来迪士尼一起温暖过冬吧。哦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哇哇，我接下来拿出来每一件龙仔都会尖叫。啊，我弟弟，还有弟弟。然后就是，还有一个女老板，老板娘。然后，可以带她去机场。然后，草莓熊猫，你怎么知道？它是一个水壶。谢谢迪士尼。好啦，今天的嘉哥的开箱就到此为止啦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开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暖冬，疫情也在反复嘛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定，戴好口罩，一定要勤洗手，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的冬天，嘉哥下一次开箱再跟你们相遇，拜拜。